霍汶希昨晚在微博贴上同甄子丹、那英、谢霆锋、容祖儿，仲有陈伟霆在北京齐贺春节饭聚照，仲留言话新年第一餐伙伴阵容都特别有料。好友相聚合照都要讲究排位嘅，甄子丹同那英坐正中间就冇意义啦，谢霆锋就坐在那英身边，又被指因为那英是王菲的好闺蜜。仲有网民大笑留言，呢张相系咪王菲拍噶？容祖儿寻晚亦都喺社交网上载牛年献岁片段，片中见佢狂跳并头、打侧手翻、一字马等等，仲留言话祝大家新年活力四射。好友蔡卓妍就笑问：老老豆豆饮咗几多杯呢？牛年行大运，牛马精神，牛转乾坤，恭喜恭喜！